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井上です。今天我们要学的生活短句是後でいい、後でいい。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、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。お待たせ、お待たせ。这三个，这三个也是非常重要。然后你就是多看例子，了解一下它的用法。好，那第一个後でいい、後でいい。它的意思是，就是中文的等一下可以吗？等一下好不好？那种意思。那就看例子。好，第一个 A 说，わから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んだけど、教えてくれない？わから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んだけど，わからないところ，有不懂的地方，教えてくれない？可以教我吗？然后 B 说，ごめん，今ちょっと忙しいから、後でいい？ごめん，对不起，今ちょっと忙しいから。现在有一点忙碌，所以啊，多得意，等一下可以吗？等一下好吗 ？OK， 好，再看一个哦。A 说，田中さん、これコピーしてくれない？田中さん，田中先生，これ这个可以帮我印吗 ？B 说，すみません、今ちょっとメールを書いているところなんで、後でいいですか？すみません、对不起。今ちょっとメールを書いているところ。现在我正在写 email。停止いるところ是正在做这个动作。然后後でいいですか？等一下好吗？对，所以後でいい就是等一下好不好？那稍微礼貌一点。後でいいですか ？OK。好，那接下来，そうだったんだ、そうだったんだ。啊，它的意思是原来是这样哦。那稍微礼貌一点，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，也是可以。好，那直接看一个例子。好 ，A 说，今日なんで遅れたの？今日なんで遅れたの？今天为什么迟到呢 ？B 说，バスがなかなか来なかったんだよ。バスがなかなか来なかった。なかなか是一直没来。公车一直没来，然后 A 说：“哦，そうだったんだ，原来是这样哦。” OK， 好，再看一个哦。A 说：“どうして社員旅行に参加しなかったんですか？”どうして社員旅行に参加しなかったんですか？为什么不参加员工旅行呢？社員旅行就是员工旅行。然后 B 说：“妻が風邪をひいていたんですよ。”妻就是我的老婆，在感冒中，然后 A 说，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 OK， 所以そうだったんだ，原来是这样，然后礼貌一点，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， OK， 好，那最后，お待たせ，お待たせ，啊，它的意思是让你久等的意思，啊，那客气的时候会说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，通常在餐厅服务生。送那个菜的时候会讲的一句话 ，OK， 好，那直接看一个例子 ，A 说お待たせ，然后 B 说大丈夫大丈夫，私も今来たところ，啊，这个是可能跟朋友约，然后 A 晚到，然后跟他说お待たせ，让你久等了，然后 B 说大丈夫大丈夫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私も今来たところ，啊，这边他行加ところ是刚刚怎样？所以刚我也是刚到而已，对，这个也是顺便复习一下。好，那第二个 A 说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、こちらがステーキです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，很客气，就是让你久等了。こちらがステーキです，这个是牛排。然后 B 说哇おいしそう，哇看起来好好吃哦。 OK，所以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，就是可能服务生比较常讲的一句话。Okay， 啊，跟朋友的话，お待たせ，这样就好了。Okay， 好，那今天我们学的あとでいい，等一下好吗？そうだったんだ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最后お待たせ，就是让你久等了，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，所以大家多复习一下。好，那最后大家有什么意见就请留言给我，或者就请加我 LINE 好友那边问我问题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麻烦帮我按赞，然后还没订阅的话也希望支持我的频道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到这边，拜拜。